每当到达新的地方，我们总是要向地方的老大拜个码头，而这一点对于毛小孩们来说也是毫不例外。大家好，我是狗哥，欢迎回到狗狗搞笑。国外的一名女网友夏安这天在洗碗的时候就意外目睹了有趣的一幕。原来这天她在窗外看到了邻居的老先生，他带着一只小狗出门散步，当他们路过对面邻居的家门时，刚好遇上邻居家的橘猫，结果老先生竟然做出了超级暖心的举动。可以看到当时猫老大似乎正在四处的放风，顺便巡视领土，而老先生在路过喵房之后立刻将小狗抱起来朝圣，似乎是在告诉狗狗这是隔壁的猫老大，要好好的相处哦。或许带着自家的狗狗熟悉环境，顺便认识街坊的邻居，就是最好的敦亲睦邻的身教了。看看这个猫爪的摸摸，喵皇应该也是认识这位小弟了吧。那么你家的附近是由哪一位喵皇掌管呢？我是狗哥，我们明天见啰。